位于南子有一间神秘的3C 产品店，里面摆放着许多又新又酷的东西。店名叫做米特3C 数位，从门口就能看到这间店非常吸引人，电动滑板车、咖啡机和各式各样的3C 产品。一进门，琳琅满目的产品就映入眼帘。最酷的是还可以亲自体验产品，像是耳机不亲自戴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喜欢的，音响也可以连到自己的蓝牙试听，出 DOS-R mini 携带式蓝牙喇叭。这款音响我是真的很喜欢，6.5 小时的播放时间，响亮又清晰的声音，可以同时连接两台串联播放。一进到门市看到这个音响，我就爱不释手。除了音质很符合我的喜好，它的外观颜色也是非常的时尚好看，小小一台根本不占位置，也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操作，还有许多颜色可以挑选，真的好想包色带回家，都这么好看怎么可能挑选得出来？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你们还是自己到门市体验看看吧。能体验产品，喝喝咖啡，还能玩好玩的赛车游戏，赶快到米特3C男子门市享受吧。